but he's a very courageous person. He's smiling, you know, and the whole team really took care of the person. 台青绿高山村四十七天，幸存者复说现况不便透露。直升机吊挂起不幸罹难的台湾女子刘成军遗体，她和获救男友梁胜月在尼泊尔失联了五十多天。梁胜月被发现时体重掉了30公斤，头发里都是虫，双脚长满蛆，但健康大致良好。没有声音。不好意思，这个我不能跟你讲，不好意思，我在忙。罹难者刘成军的大学教授吴明义在脸书发文追悼。他们并不是看清山的人，也不纯是青春的躁动或莽撞的冒险，只是山从不仁慈。突发中心综合报道。